好，那个现在的话，这个影片是我们是要教学 ARC 支架的装法哈。那这个的话是 Peltor 的那个战术支架，那上面写 Made in Sweden 有没有？瑞典制造的，所以说价格比较好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呢，这个 Fast 盔哦，那如果你有这样差不多的鱼骨的话呢，那就可以装上去哦，它的那个哦凹槽这样子哦。那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这样卡上去。那它有分左右，记得哦。这个比较凸一点的这个是左边哦，因为要装那个麦克风嘛。如果你的那个耳罩有麦克风的话，那没有麦克风也没关系啊，直接装。好，那怎么装呢？这边这个凹槽啊，对准上面，好，对准下面是无效的哦，装不上去，要对准上面，然后推，好，这个一定要卡好哈，然后这个地方，好，这鱼骨地方要卡好，然后往这边推，然后你可以用手掌，你可以用手掌这样推哈，好，推给各位看到，好，它这一格一格的，那我会建议就是中间一点，好，那一般来说的话呢，你并不清楚说你的耳朵到底在哪个位置的话，你可以先从这边开始，好，那或者说往前推一点，好，这个我会建议就是你戴着那个头盔，然后对着那个镜子要去做一个测试。好，推好之后呢，把它卡在凹槽里面，像这样子，好，卡着，然后呢，可以测试看看，，OK，好，这样就不会掉了哦，OK，就这样子啦。它的下压力应该是很足的哦，那个瑞典的就是不一样，OK，那就感受一下欧洲货的感觉吧。就先这样子喽，拜拜。